伊伫乡个大拿、大干、休闲农业区，分别是决定嘉宾甲红地产业个主要区域。加上有桃城外盆地生态观光旅游，伫伊伫乡长陈锦伦个大力推动之下，各方面拢有了正好个成果。今仔日公所也邀请三大区域个农民以及民宿个业者来发表今年度个推动成果，以及未来永续经营个目标。现任乡长陈锦伦将要卸任，针对乡内三大休闲农业区的发展，公所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邀请各界来参加。来，欢迎大家来品尝我们大林休区的那个咖啡。我们大林休区里面那个产品哈，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宜池乡的三宝之一的那个香菇，就是在我们大林村，它的那个香菇产量的密度就是全国之冠。这个是青年返乡的，也就是当然的暑假的作品哈。那、啊、他们有研发这个另外做的白茶，比较昂贵以外要便宜。好、哦、啊，白茶卖的非常的贵哦，一斤拢上万的哈。三大休闲农业区，无论是红茶、咖啡、观光旅游，拢有真好的成果。乡长陈锦伦期待在专家学者的协助之下，检讨缺点，延续历任乡长推动的成果。那你们讲，将因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啊，帮咱盘点以后，咱真烦恼就是讲，做过来吼，咱三个休闲农业区，包括咱的公所，假使咱有盲点的话，咱就无法度突破啊。所以咱要借用咱因专业学术的这个机构，帮咱盘点了，咱未来要来去做一个突破。啊，尾来阁予咱的这个三个休闲农业区，会使正做是，咱就话谈农乐园吼。溪底乡伫历任乡长的努力之下，休闲农业区的发展有真大进步。要如何来提升特色产业，吸引观光客？专家学者提出建议。这个现在全台湾已经有91个休闲农业区，你要在90几个冒出头，只有一个方法，你一定要有主题性。比如说像这个日月潭红茶原香，哦，原香就是唯一性啊。今年来溪底乡除了香菇、兰花、红茶等农产以外，嘉宾产业结合民俗观光推动了真好，尤其是青龙新英伟、陈君豪，在各县乡还有分林高溪举办的国际乡道大赛，摕到前三名的成绩，乡长特别颁发奖牌来鼓励因继续为溪底乡争取光荣。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